三人组终于聚齐了，来开酒！来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你们在这过家家呢？什么三人组？幼稚！金文，你这次回来待几天啊？我呢，刚刚结束了一个大项目。 领导不仅给我升职，还给我放了个长假。哇，那太好了！你是不是就能在家多留一段时间了？嗯，我们晋文果然在哪都很优秀。<笑>我倒是想问问你们两个是什么情况？又来，你来编。我快编不下去了。<咳>你就。 勉强理解成一见钟情吧。哎呀，我们今天不聊别的，主要就是吃吃喝喝，庆祝你回来。来，干杯！来，对对对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你们当我不存在是吧？这个庄小满，我好心帮他干农活，竟然开拖拉机追我。撒一个谎，要用无数谎来。 现在真是骑虎难下了。静雯能回来，真的太好了。哎，我的耳环怎么不见了？啊？你是不是掉哪了呀？找一下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不找了。你们之后谁见到了给我就行。行，那咱们先吃饭，来。 来，静雯，吃这个。谢谢。小满平日不爱生气，那片地还没有翻过你就播种，那那批种子就全废了。 有事吗？我是来找你道歉的。今天是我帮了大忙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好的，我接受。你一个985毕业的大学生，不待在城里发展，回老家来干什么？又是这个问题。 道个歉还这么拽，无聊的把戏。静雯，你等等。
小虎托我买了台空间净化器，我多带了台给你。浩哥，不用了，你自己留着用就行。跟我你还客气什么？我看你之前发的朋友圈，你那么好的办公室里也有台这个呀。你还是这么的细心周到，以后谁要是当了你的女朋友，可太有福气了。啊，静雯，你应该还没有男朋友吧？不好找呀，你也知道我的择偶标准了。我呢，就是要嫁给有钱人。啊，我给你搬回家吧。不用，我等会儿自己来就行。哎，没事，我给你搬回去。对了，静雯，这个原来在你这儿啊？小满给我的，他让我转交给你。居然不吃这一套。来啦，哎，小满，没事过来玩啊。小满啊，这批玉米种子真不错，看着都挺饱满。啊、嗯，好干了。长胖了。哎，爸，翻完这套你就回去休息吧，交给我。好嘞，今天是晒种子最后一天，可不能出岔子。来，晒干了都。小满，慢点，别搅到地上了。放心，妈妈。哎，把这个推平了。庄小满不在家，他们一家在后面晒种呢。我不是来找小满的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我看你经常挠手臂，在想你是不是尘螨过敏，正好我多了一个空气净化器，拿给你，希望你早日适应大农村的生活。那，谢谢。欢迎各位来到林氏集团，我是林氏集团总经理林宪。如果能和林宪在一起，我就能拥有我想要的人生了。他们的玉米晒肿了，应该没事吧？我要不要去看一下？跟我也没关系，对吧？小满，你怎么样了，小满？爸爸，你没事吧？
怎么样了？轻微摔伤，已经办了住院了。没什么大碍，休息一阵就好了。小满，小满。小满，想起你，温暖我的心。